88號嘅尼馬，咁啊排出個4-3-3嘅陣式啊，都幾嚇幾大個頭啊！阿力斯祖咧就係賭哥噶，個人和堂嘅禮品券俾你。咁但係咧嚇，因為咧咁啊，梗有人得，梗有人唔得噶啦。咁啊，今次唔得就下次嚇咁啊，係我哋有直播比賽就有得玩啦。梗係啦，梗係啦。咁而家大家睇，咁呢度就要大家場上面嘅球員要小心啲啦。最重要就是不要受傷啊！我諗落近啲奇威喎嚇。咁啊，尋日啦攞到 Man of the Match 啦，咁亦都入幫球隊入波，咁啊成為贏波嘅功臣啊！咁佢都呢個年輕人都唔簡單啊！即係咁嚴重嘅傷患。係啦，其實咧，即係始終喺嗰個嘅要爭奪呢個控球權嘅話咧，咁啊就東方龍獅咧就好個月前啦。其實講開佢哋嘅首循環都已經嚇，咁啊差唔多成10個月前嘅事啊。咁啊都即係佢哋喺釜山道嗰個場就好唔同啦嚇，嚟到旺角場呢個根本上完全兩回事嚟嘅。嚟啦咁啊變咗左邊要等人嚟幫，咁啊繼續自己去到喎。咁啊左邊咧斬過去遠處嘅時候過曬噶嘛，但係咧就冇自己有啊，清唔曬咁啊潘佩軒啦攞翻。再斬第一時間㗎啦，都算嚇五星真係可以好 free 咁樣，你唔需要有太多嘅包袱啦去踢啊。咁同埋咧，到時就要爭下位啦。呢邊咧就斬入嚟嘅時候，咁啊清唔曬出嚟啊個頭槌，盧卡斯咧俾翻去側邊，咁啊重新咧就再做過啦。咁呢度咧就亞歷斯祖，咁樣反而都漏曬喎。基爾就已經翻咗嚟隔離緊啦，另外仲有一位英國嘅外援咧，亦都隔離緊。咁嚟緊咧，應該仲有兩平台嗰度公布，即係話有嗰個嘅新嘅外援咁樣啦。咁亦都有心思嘅嚇，感受到你股氣都係轟轟地，我特登唔講嘅啊，你自己自問自答一個啊，自己助攻俾自己個後嘅喺佢東方嘅左邊嘅進攻嗰度啦，即係你睇落比較靚嘅，其實算係，但係都算啦咁啊，但係只不過近鏡我哋嗰邊啦，即係愉園嘅左後防嗰邊咧，就比較就再好似再鬆啲、爛啲少少咁樣。一望完再望，咁啊個波話我唔等你啦咁樣啊，你都唔理我嘅喎。咁啊嘥咗，咁啊本身咧即係能夠過到前場嘅時間咧唔係好多，就係愉園啦。咁啊上半場咧踢咗1/3嘅時間啦。咁啊不過東方嗰邊咧亦都冇乜攻門啊，暫時。咁啊效亦都冇太大嘅問題嘅。咁啊不過東方亦都唔可以話太慢板啊，即係始終啊，即係佢哋新組。哇！依下落腳，即係猜兩邊。但係呢邊嘅亞歷斯祖咧，其實又唔係話真係好多上嚟嘅啫。好啦，俾落嚟嘅新祖。當然咧，佢係第一。咁啊，梁冠聰再俾過嚟啦，亞歷斯祖。咁好多亦都咧喺即係學界咧，即係踢前鋒禁區邊咧，反而咧就係空曬嘅。嗱，前面俾王威，咁啊斬過嚟空曬俾到啦。頭先啊，咁阿陳浩偉，如果佢啊又冇得可以，即係可能我哋角度可能睇得唔清啊。即係如果佢係咪可以自己直接？咪同埋中間好多時都其實東方龍獅喺中間就拍兩睇一睇先啦，其實亦都可以啊。即係你依球波咁樣俾翻隊友啊，啱啊。頭先本場嘅尾段，咁啊愉園就更加就應該都係會要。即係再專注翻喺守埋呢幾分鐘嘅時間啦嚇，陳浩偉、袁世傑，我估佢下半場都會俾人走噶啦，應該嚇，因為阿包 Sir 就追我。好啊，咁啊角球，咁啊而家跟住落嚟出現嘅情況就係話，會唔會話咩排山倒海咧？即係會唔會即係失咗兩球之後咁啊一路咧就？咁咪應該開上半場就係咁踢啦。呢邊啊，潘佩軒咪推得太過大力啦。哇！呢啲啊，後生仔惹得少啊，呢個。
試下嘛，係咪先啊？即既然都有咁樣嘅對碰嘅機會啦，咁啊，其實就呢啲都機會難得，試試自己可以同佢頂得幾多。即如果你作為一個嘅後衞啦，尤其是可能係本地嘅後衞嘅話咧，其實你應該其實佢係一個幾好嘅假想敵，即都唔可以話用假想敵啦，佢好實質就係一個棟喺度啦。你就係要去啊，你起碼你喂，即係唔得輸俾佢，要搞掂佢嘅咁樣啊，喺個防。順利如果即係攞曬三分嘅話啦，咁啊東方龍獅咧會係以榜首嘅身份啦，咁啊就係去迎接咧就係呢一個十月十一號啦，薩科日嘅動員啦，足球啊、籃球都好啊，即係始終都要硬淨。呢球睇出得靚唔靚？近處位啊，出得靚 OK 噶，咁得唔靚啦？不過個波都係遠右邊，潘佩軒咧走緊。都是比較上攞完個波之後啦，喺位置上面嘅時候啊，咁啊陳道威其實就打得幾好嘅，喺即係如果你去睇嘅話嚇，即係個表現啦，即係比數變到3-0咁啊，佢話中亦都可以上下嚟。我哋資助俾佢嚟，盧卡斯輕輕啦，特登啦俾阿陳道威。東方換三角，咁啊，余遠咧就喺半場嘅時候啦，入嚟嘅唐道碧、阿力斯祖，呢個力量喺度打滾呀，而家有埋泰添啊，慢慢。鍾偉強，喂，咁啊呢邊咧，盧卡斯就再撥翻俾咧就阿力斯祖，哎呀，咁啊佢處理得麻啲，不過俾個第二次機會你，呢邊頭槌咁啊，鍾偉豪就拖緊嚇。但是就給多次機會去第二下就好一點了，這邊呢就余子南跳過那頂上面呢就很要求球員要逼搶和要勤力、啊、你給他看到你覺得你懶呢、啊、那些可能不夠、啊、即未必懶的、啊、即你不夠積極、啊、那些、啊、小看一點了，小看到因為很多時候後場搶了球都是分回給中場球中場都覺得是人贊的最後是緊要過頂中的球變了好像跟著好像有些是變了一個頭，今場就輸得甘一點，但他們自己都說就是說今場是他們復賽以來遇到最大的一個考驗的一場球來的。吹罰了阿力斯祖啊，咁啊去季初效力完嘅時候咧，表現都唔錯啊。你都講啦，即係話今場係佢哋復賽以嚟遇到最大嘅一個考驗嘅一場波嚟嘅。幾需要上陣的時間、啊、他即如果他打一些即進攻中場這些位置、嗯、應該都可以即可以即有得丟掉蝦粒星這樣。阿力斯祖傳出來，盧卡斯基本上今天也都即